准备。耶，我们今天来看起泡胶，是圣诞款式的哦。对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帽帽啊，雪帽帽啊。哦，对，这是雪帽，然后这是雪人。那个麋鹿，然后这是相机，这不算是礼物，礼物，圣诞节礼物。然后这个是鞭炮，那不是，那个是那个仙女棒，对，仙女棒，有点像是那种可爱的那种姜饼啊，或是那种，怕有些人会做成这个，哦，做这个有点像那种很可爱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吧。雪人先生超可爱，不需要剪刀也可以拆呀，啊哦。来，这样比较快，我帮你用。好，来吧。第二个等一下会，对，雪人，那第二个会是什么？是礼物吗？第二个会换礼物，对不对？哦，已经开了，哇，好多亮片，好亮片，对不对？把它包起来，对，包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出来，包起来，要不然会全部都被我们粘出来了。这一次是圣诞节的款式哦，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脏物，我摸看看，哦哟，好舒服哦，开始吧。阿妹先帮我们做热身的起泡胶哦。啊，第二个会是什么？第二个你要开什么？是礼物吗？哦，来了，好大片哦，很大哦。哦哟，哎呦，哎呀，阿妹自己研发这个起泡拉伸的动作，没有，是要看网上。网站的哦。好，我天生就很喜欢。喜欢玩那个史莱姆玩具，对，粘土之类的。嗯，上次我没有起泡胶，我就用粘土来起泡，结果真的起泡。哇！然后哥哥还在说他要泥，他要泥。好吧，那我们用来起泡一下，用拉的。来起泡。对，来开始，我转，哎呦转，我要吃拉面。吃海底捞的面 ？No， 这可是乌龙面。它大概要拉几次？它是乌龙面。那是不是拉到很多皱褶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拉到我觉得可以。哦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亮片？对啊，一直都有亮片啊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你拉别动，那这里面都会有小亮片在里面，因为它就是圣诞节那种。圣诞节就是飘雪啊，会有很多漂漂亮亮的东西，它会有雪人。好，那这样可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五，好高哦！哇，这是铁王。我们第一个介绍的是雪人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介绍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礼物，圣诞节的礼物，刚是雪人，来吧，打开它，也它比较乳白色哦，你看它里面像那个咖啡在弄的那个泡泡的，有没有？会放在上面的那种小亮片，包起来，铂金有没有？铂金包起来，铂金就是那种亮亮的碎片碎。哦，对，我看过别人把一个史莱姆放在这里，然后它是。那个它可以填在那个史莱姆里面的铂金，然后他就把史莱姆平着，然后铂金贴上去，搓。来吧，那我们赶快先来做起泡，起泡来咯，先搓一下它。我又看到亮片了，对，它这有亮片哦。这次是什么呢？你是独角兽的，怎么这么爱独角兽呀？独角兽，做这个人的一定很喜欢独角兽。好，来吧，好，再换那个我们的起泡，用拉伸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找一下亮片，很漂亮哦，这块亮片，对啊。它里面都会有亮片哦，有看到了，独角兽也是独角兽，那我们就拉起泡吧。每个都是独角兽的，对啊，好可爱哦，因为他们都喜欢独角兽，但是圣诞期间应该是鹿啊，为什么是独角兽？哎，独角兽好像也是美国的一些传说的一些故事，那
为什么他会说独角兽不应该说马？因为他好像比较，他名字就是独角兽。然后你有听过独角马吗？独角马是什么？对啊，独角兽它就是一个很独角马。应该说是一个很珍藏的异兽，然后大家都会，以前的人都叫它独角兽。来，我们换用那个铁网。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掉了，我帮忙扣。没关系，换铁网吧。啊！铁网，铁网要睡觉，要睡觉了。哈哈哈！哎，铁网。翻面，嘿。我们接下来换哪一个呢？换红色的好吧。哦，这个哦，你那个帽子，冬天会常用的那种绒帽啊，或是那种像那种毛帽啊，它这一次用的也是白色的哦。看，哦，我都喜欢白色，因为不容易脏，而且混在一起。这一款的那个它的那个伸缩性蛮强的。好，我先帮你开第三个。两年一年。嗯，那第三个给它打开，毛毛哦，圣诞节款式，里面也有一点一点亮亮的那种亮片，那里面是不是也有独角兽的那种小亮片哦？那我们就交给阿妹。期待哦。好吧，来，这先放这边。好，换你这个，我们刚刚连续三个都是白色的哦，对，那感觉是一样哦。但是它的亮片是不一样的。我怎么粘在上面？对，亮片是不一样的。先玩一下这个亮片。来吧，先搓一下，感受它的手感。好，拉起来，放到旁边。它的手感有点硬，又有点软，不知道什么手感。有点硬。这样子感觉是硬。好，然后搓起来就是软。好，我们来先软，来试着把它延软，让它延伸一下，延展哦，延展一下我们的起泡胶。看，这好黏哦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的指甲哦。开始吧。嗯，这样的脏东西。哦，那指甲吧，那没有关系的。我就知道我不涂了。指甲碍事哦。来吧，开始，直接开始，没有关系，来吧。我们还没有那个，对，好，那个热身。好，先热身。热身超大声的。喂，哎，再来。喂。哦，哎，来。好喽。还没，才一下下呢。这好像面粉哦。哎呦，好，那个我们的那个起泡呢？拉，左右拉一下，对不对？左右拉拉，前后拉拉。拉。今天就要上课了。对，明天要上课了。哦，我不想上课。我们要收心了。对不对？你可以回去看很多可爱的同学。但是上课呀，还有作业呢。安亲班都没有作业。安亲班那是因为寒假没有作业，不是说没有作业。就是没作业。当你开学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是没作业，好吗？当你开学的时候就会有作业喽。我不想要。哎，作业是让你学习的一个过程。来吧，快点来换那个，来看铁网。我们还是一样搓滚滚。对，铁网这边，下一个换什么颜色？红色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赶快来用铁网，我来帮你打开。再压平。来，哎呦。接下来的是会像仙女棒这种亮亮的旋转的那个款式哦。嗯嗯。然后它是红色的。我们还没有用这个。对，我宝宝在等你用那个啊。然后它这红色的，它这边里面。暂时看不出来有什么亮片哦，它就是没亮片，没有亮片吗？哦，我刚才全部收藏，我们刚刚全连续三个都是白色的，然后最后是用绿色的哦。对，
好，来吧。颜色有点不好看，我们要粘一粘它。粘一粘它。要不然下一个用会混。哦，颜色会混在一起。好，来吧。我不想要它的颜色被混，那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爸爸用，来，爸爸用，你用你红色的来开吧。压起来。好，我帮你开。好，来，你用这个。我们现在开的是红色的。它有一点丢。它确实没亮片。对不对？还没有亮片哦。嗯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刮一遍会比较好开。哎。好，开了。它就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它是软软的，哎，这一下是弹弹的。哦。哎呦哎呦。爸爸，你摸一下。好摸。这个好硬。哎、欸，这很像果冻哎。气死人了，不能起泡。真的，你压看看，压看看，再看看，对。有啦，它还是有那个起泡胶的感觉，但是好像它比较有点像偏向果冻的那种手感，对不对？果冻。对啊，你看它很弹啊，得得很弹，得得得。好，拉拉看，你来看，你会拉会不会断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拉看看。这样子。好。搓搓会比较舒服的感觉。好，拉看看。哦，不行。好，那这个是代表说它做的过程中，它比较不适合起泡胶，它有点像是那种一般的粘土。这个应该铁网也不行，你试看看，你试看看，你试看看，用铁网看看。对，这就有点像是一般的那种粘土，它就不是起泡胶了。哎呀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不一定会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，来拉看看，不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就是失败，这个失败的，没关系。这个还好。这个很好，好玩也很重要啊。你先把它粘粘，然后放在里面。我什么时候变这么矮了？啊，因为你下来了。然后这里换绿色的，它是麋鹿，我们最后一款哦，希望它不会像刚刚那个。要粘一下这个，要不？对，你要粘一下那个哦。它不会像刚刚这个第四个失败，这个仙女棒有点像仙女棒的一个权杖。好，我们绿色的哦，来吧。好，来喽。好，下一个，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吧。嘿，那下一个来换麋鹿的，麋鹿的，来打开它。我们换一下麋鹿了，这样子推对啊，红色的就是失败品了哦，它是纯粹好玩的。看这个，其实老板会很伤心耶。老板哦，对啊，啊我们也很伤心啊。这个比较就不会了吧，应该好很多了哦。哎，这怎么感觉也是像刚刚的？哪有？有吗？那你很漂亮哦。它是奇异果，不是麋鹿。麋鹿？哎，搞错了。来吧。它应该跟他们一起。哦，一起哦，好吧。这红色不一样，看你那个能不能起泡它。啊，太香了，有点香哦。这个好像又不能起泡的哦，对不对？绿色，你干嘛动作变很慢？来吧，哇哇哇！那这个是烤的。如果变比较硬的话，就需要动作。哦，太高了吧？哦。还要站起来了，太高了啦！好，可以。一百楼高中得下。好，快点，好喽。好，那你要起泡吗？起泡胶吗？还是直接铁网了？起泡。好，来吧。你要消泡起来。来啦，绿色的哈，你看哦。翠绿。翠绿色。有没有像蔬菜一样吗？好，快点来吧，我们坐着，我们坐着，啊，我们坐着，来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椅子怎么移后了？对，来，我们起泡一下，来吧。好，用铁网，我们把它延伸用铁网看看。它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它当然可以，只要是起泡胶就可以。哦，啊，那为什么刚刚红色的不行？因为它不是起泡胶。哦，是哦。它是一般的。一般的。史莱姆。好。起泡胶就。哦。哦，没捏好，没捏好。没捏好。
再一次。好，给你最后一次哦。不行。我们已经时间拍太久了，我们要把时间缩短一下。呀呀，一定是一个呀的问题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，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哦，预备，要深一点，别压太短太浅了，你压深一点，对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没办法。因为你一直，因为太压太下面了，这个就是太压太下面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，这次给它搓圆圆，然后凸起来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哦，不用压它了，呀，开始。有了，成功了。我看到，不错吧？成功了。好，我们分享给大家这5款的这个5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款的起泡胶，只有这个比较拉不起来，其他都可以。好，那分享给大家，跟大家说拜拜。